好了，你刚刚不跟车车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妈妈丢垃圾桶了。你刚刚是不是丢他车车？你有没有丢？你又不跟车车说对不起？妈咪就丢掉了。不可以，车车不能捡了，没有办法。我给你两次机会了，你都不说。车车丢了，垃圾桶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妈妈丢掉了吗？那没办法捡啦。已经没有车车了。那你要跟车车对不起吗？走，你自己说你要跟车车对不起的哦。去跟车车对不起。车车在哪里？你要跟车车对不起吗？跟车车说对不起。要听话知道吗？你刚刚是不是丢车车？你丢车车就是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妈妈就是丢掉，对不对？还有嘞，惹妈妈生气要说什么？跟妈妈说什么？还有嘞，妈妈嘞？妈妈再见。好，下次要拜拜，好不好？